Hi everybody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纽西兰。Hi everybody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纽西兰玩的18个景点。那这18个景点不代表是纽西兰最棒的景点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底推不推荐大家去这18个景点。那我也会给他一个评分等级1到5颗星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从第一个景点开始。那第一个景点就是 Auckland。 那第一个景点就是 Matamata。 那第一个景点就是 Matamata。 第一个景点就是 Matamata。 那第一个景点就是 Matamata。 这就是哈比人与魔戒拍摄地。整个非常非常的壮阔。那这些东西就是电影美术完整保留下来的东西，所以包。那这些都是电影美术完整保留下来。那这些都是电影美术完整保留下来的东西，而且保存的非常好。但如果你不是电影迷的话，我觉得，但如果你不是电影迷的话，你可能就不太熟。但如果你不是电影迷的话，像我一样不是电影迷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超级无聊。所以我只给哈比人2颗星。但如果你不是电影迷的话，跟我一样不是电影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是电影迷的话，去那边会觉得真的是超无聊。所以不是电影的我。但你如果跟我一样不是电影迷，然后去 Matamata， 你会觉得超级无聊，所以我只能给 Matamata 2颗星。